其实我有认识一个中医啊，从我小时候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给他看中医了哦，嗯，看到现在40多年，真的相当厉害。啊，他70多岁了，哦，看起来比我还年轻，脸色红润，身体非常健康。他跟我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：努力赚钱，但是不要执着于钱，重点就在执着这两个字上面。你不要因为没赚到钱而痛苦，努力教育小孩，但是不要执着于他一定要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还是在于你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心。你一样看到小孩不好，你一样在赚钱中你很辛苦，但是心要放开。当你被这件事情所困扰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练习告诉自己，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重要，我尽力去做就好，但是我不要去强求结果一定要完全符合我的意思，因为要完全符合你的意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你的八字中本身就具有某一种特性，这个特性就是你会想要得到的结果。但世界上那么多种人，八字有50几万种，分成男女就有100多万种，再加上大运有几百万种，我们怎么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做的事情都符合我们想要的？